个那个，要不吃吃看布达鱼，妈妈，布达鱼稀饭，要不吃一口布达鱼稀饭好不好，妈妈？吃一口布达鱼稀饭好不好？吃吃看味道，好吃的话带回去吃。吃一口，吃一口布达鱼稀饭好不好？哎，试试看布达鱼稀饭哈。一口看看，一小口看看。嗯，布达鱼稀饭哦，哦，怎么样可以吗？这个布达鱼就挖饭粒就好了，就小鱼儿就小鱼儿可以给它碾碎，小鱼儿可能会有一点点，嗯，碾碎可以吗？这样会不会很多？嗯，不会。他平常吃那个菜都可以一块的。嗯。太小口了。稀饭，你吃吃看，看看味道好不好吃。布达鱼哦，妈妈，布达鱼。啊、哦，好吃啊！好吃吗？有哦，有好吃哦。好，要吞一吞。吞一吞，嗯，稀饭要吞一吞，有没有吞到啊？没有，没有，好像只有进嘴巴，没看到吞。要吞一吞，哎，对对对对对，吞一吞，哇，嗯，吞一吞，吃一口。吞了，啊！我看看嘴巴还有没有，啊！看看嘴巴还有没有，我看看嘴巴还有没有，嗯，检查一下，哦，好，嗯，好，吞好了哈，好吃吗？好吃吗？还是吃好了，吃完了，啊，带回去吃好不好？好好，待会去吃。哎，我妈妈很喜欢吃那个，茄子。你问她要不要吃茄子？哎，妈，你最喜欢吃茄子哦。哦，来。哎，啊，我刚刚也给她买了茄子。稀饭帮你盖起来，带回去，好不好？稀饭给你带回去，好吗？好好，稀饭带回去。那你要吃吃看茄子吗？茄子，茄子吃一口。茄子，妈妈，茄子很棒哦，你最喜欢吃茄子的。要吃吃看吗？好吗？吃一口看看，一口，好不好？好，吃一口看看，看是咸的还是甜的，好。好像是炸过在这么厉害在啊，炸过在炒啊，炸过在可以这么搞刚才你没吃过，你吃过你就会哦，是这家被他你就会被他你就被他那个功夫菜对茄子它的颜色那么漂亮一定是炸过了茄子，自己烤看看。啊，对，好棒，好慢慢吃。哎呦，好吃啊、哦！好，有吞到吗？没。只是放在嘴巴里。慢一点，慢一点时间。
那嘴巴在动了，老师。嗯。像这样喂食哈，一定是要家属做的，那养护所不可能这样处理的。嗯，他们都一口接着很一口很快。吃好了没？好了，好吃吗？那这样子茄子要不要带回去？茄子带回去吃，要不要？啊，笑了笑了，有吗？有没有一点点笑了笑了笑了？茄子带回去吃好不好？带回去，好好好。那南瓜呢？南瓜你要不要试试看看？南瓜试一口，要吗？南瓜哦，南瓜不用是不是？好，那张茄子带回去咯。好，我帮你关起来，带回去慢慢吃。好好。是那个苦瓜，问他要不要？哦，还有苦瓜，苦瓜要试试看吗？吃一口看看，老师给他看好吧？吃一口看看好不好？因为我刚去买的时候，他们说苦瓜也很软，压一压应该可以。他们说，老师，你弄的都比我弄的大口。嗯，他们有的时候太小口不好吞。真的。对，因为它刚刚好一口，因为有时候太小颗没什么感觉。哦。对啊，它其实婆婆差不多小汤匙，然后品大家都还可以。苦瓜还蛮香的哦。好，那你试试看。苦瓜也好吃吗？哦，也不错，是不是？那要带回家吗？带回去吃，这个也好哈。好，那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哈。吞了吗？刚刚那口有吞下去吗？这口吞很快。哦，吞很快啊。对。因为我从这个角度看不太清楚。嗯。